我是本档接档主播西恩，幸福上一位主播了。然后呢，喜欢西恩的可以送送你们的花花，点点我的关注。手机用户点一下左上角，然后电脑用户点一下右下角。在我跳舞的同时，可以送送你们的小心心，点一点，跟着节奏点一点，谢谢。接下来我们带来第一支舞蹈。又是一年一度的情人节，我还是一个人坐在街角的咖啡店里，看着来来往往情人甜言蜜语，咬着耳朵说你 sexy， 让他感觉到很 honey， 今天晚上想要拥有你。欢迎来到我们的63前两期专业也有颜值的舞蹈频道。
欢迎来到我们只有三期今天也有颜值都到频道，这边呢，今天是我先没管点关注的哥哥点点关注哈。刚才不好意思，我这个妈呀，这个声卡最近有些问题，老跟我闹脾气，老淘气，所以接下来呢，就是谢谢你们的花花，谢谢你们点心，我感觉这个心心还是没有怎么动哎，可不可以让我这个心心破500啊？还有我的关注，直播时通知现在才戛然而止了，哎，等等，谢谢，好了，辛苦你们，接下来有第二支舞蹈送给你们，我们挑一个慢一点的还是快一点的呢？你们想看快一点的还是慢一点的？这个行不行？
总爱写到西窗往外的傍晚，骑的单车。서로를 지나치고 무표정한 얼굴 서로를 대도 울지 말아요 그대여 다 괜찮아 때로는 청춘이 가벼워 이 시간이 너무 두려워 손을 뻗어 뻗어 그대와 나는 어쩔 줄을 몰랐네 우리 지난 날을 추억하고 우리 오늘 날을 간직하고 기억해요 깊은 우리 자리